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接到警方通知，話律政司決定就佢舊年喺答問大會度掟玻璃杯，控以普通襲擊。咁聽日會到中區警署辦理手續。所謂證據就係立法會嗰啲即係閉路電視啊，你哋啲電視台播出嚟嗰啲畫面嘅啫嘛，係咪？咁但係搞咗年幾，咁啊梗係度過啦，係嘛？2008年掟蕉嗰次，曾蔭權都想告我噶，不過佢隔離咗有啲人話唔好啫嘛，係咪？咁你今次呢個叫689啊嘛，大佬，道理有咩出奇啫？如果你話選舉打壓，咁你益我啫，大佬，我啲票源係咩票先？冇可能啊，咁我梗係奉陪啦，喺法庭見。行政長官梁振英去年7月3日出席答問大會的時候，黃毓民向梁振英掟紙，之後再向外掟了一隻玻璃杯，警方之後拘捕了他，他之後要去到警署報到的時候放棄續保。